想吃肉了，好几天就没有吃肉了。哦，我给你做肉去行吗？不要，我去，我谢谢。你谢做？嗯，我能养。那你拿回来吧，拿回来，你谢谢。谢谢做的。哇，这什么肉啊？这是公虎。你洗洗去行吗？不要，我自己洗。你自己洗会吗？会。啊，孙女想吃肉了，我给她做一个手扒羊排。这是我准备好的羊排，又能吃肉又能喝汤。我现在把它这个一条一条的切起来。我把这个羊排再剁成块，放了清水里浸泡一个小时。浸泡的时候呢，放上一点白酒，叫它去去这个羊肉的膻味。我得放上水，浸泡好的羊排放在冷水中，放上的料酒，开个浮沫，把这个羊肉捞回去。咱另起锅，先把水烧开，先把调料倒里，有葱姜、干辣椒、花椒放里，再把这个羊排放里。咱先不放盐，清水快熟的时候再放盐。煮这个过程放上点白醋，这样煮出来的羊排又不膻又不柴。这样中小火炖上一个小时。好了，炖了一个小时了，先放点盐，再炖上五分钟。把火把它盛出来，然后倒里边。撒上小香葱，切了点大蒜，放了点盐，再放点生抽。那鲜肉放的孜然粉，做成一个料汁。做好了，我等着你吃吧。哎，你看一下，快点肉吗？哟，好吃吧？来，给你那个，还蘸料汁不？蘸料汁。好不好吃？蘸一下。哎，搅往里上搅就行。你爱什么方式什么？来，我再给你折上，你看呢？咦，你看，有这个，那你点哪呢？妈呀，妈吃饱了。小皮皮也来了。这给你这一个，看呢。给你这一个啊，那一刀都掉了。哎呦，刀都打着了，那头上掉了，快来，这个。看皮皮来了。哎呦，老，好长的大哥。别动呢，慢慢的啊。爸爸，我看皮皮怎么越骨头。对了。哟，烂不烂？接下来了，我看。好吃不？哦，快掉下来了不？给它叶倒一块吧。这。啊，翻一下。爷爷。有肥有瘦。哎，我吃三个了。来，我夹。哎呀。吃了。